一次用呢一支洁牙露咧，就系我个朋友介绍俾我嘅。用完之后咧，我就非常之中意啦。起咗泡之后咧，个泡泡咧就系软绵绵嘅，因为佢系不含肥皂，里面咧有25%日本氨基酸同埋51%酵素精华。用完之后咧就唔会干，非常之均匀。呢一支洁牙露咧，佢用玻璃樽入住噶嘛，因为咧玻璃樽嘅密度高啦，咁咧就能够好好咁样保存里面嘅氨基酸同埋益生菌啦。洗完面之后咧，我就会用呢一支精华露嘅，用之前咧就摇一摇佢啦，咁咧就轻轻拍上块面度，好快就会吸收噶啦。咁你会见到咧皮肤咧会有薄薄嘅精华，皮肤咧就变得更滑更柔嫩啦。再用呢一支精华素咧，就更加容易吸收，咁佢嘅质地咧非常之水润啦，延伸性咧亦都非常之好。咁我就会用几滴滴落个手心嗰度，然后咧轻轻咁拍上块面度。咁你睇下我块面而家系好 Q Q， 好弹弹，好有光泽咧。朝头早用咗佢之后咧，再化妆咧，就会令到个妆咧更加持久，更加贴服啦。有阵时敷面膜咧，咁我都会用佢啦。用完佢之后咧，再搭块面膜上去，块面咧就会更加水润润，超有光泽。这个咧就系我日常基本嘅简单护肤程序啦。